就像蓝色的贝壳在沙滩聆听风的触怒，路过的雨点在闪烁，就像海面的烟火，心就像气球的颜色，我巴不得每天都有人超越我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，所以我们两个人能成朋友。你这是什么？这是电脑吗？我才发现呢。你说我刚刚跟你说了半天这些工作，我还不如给你看一眼。我有移动硬盘，来，我插上去，我们可以，我们 cosplay 去。对，是电脑，但是这个电脑中病毒了，我正在处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这里有毒吧，帮你杀杀毒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试过，不是一般的杀毒软件可以解决得了的。刚才不正在解决吗？结果被你叫到这儿来了，我回去接着弄啊。哎，我等会儿，我不是还有件私事儿吗？我还有件私事，最重要的，我想跟你说一下，这个特别关心。你直接去找丁俊，最好能把电脑给要回来。如果发现电脑不在他那儿，第一时间发短信通知我。行，好的，姐。分头行动。好，小芳在这等着。这个私事儿。什么呢？憋在我心里有一段时间，并且秘密是个秘密。好，我觉得可能只有你能帮我。好，给你看一眼吧。哎，不是这个，这事儿真是大事儿。显然这么帅肯定是我的，是一个从监视的角度拍的我，看出来了吧？是这样的。谁拍的？我哪知道？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知道？真不知道。看着我。我看见谁也是不知道。好，那我就分享这个秘密给你。谁让你说我爸的亲信呢？我怀疑是我爸爸派他的司机监视我的死守。你太逗了，乔董哪有那么无聊？你帮我问问吧，为什么？好不好？丁俊，丁俊，你出来！先生，先生，不要在这里。把你们总监丁俊给我叫出来，让他把电脑还给我。哎，丁总监，是这样的，刚才有一个年轻人闯进我办公室了，说什么他电脑在你这儿啊，这是非让您过去一趟，把电脑还给他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什么意思？这是谁的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能帮你吗？这个电脑里边有你父亲要的重要的东西，你要替我看好了。我先处理一下外面的事，马上就回来，好吧？等会儿，你是说这里面有我爸想要的东西，是和我爸有关的？
没错，非常重要。当然，你不相信我能相信谁呢？我帮你看着。看好了。OK。过来吧，到我办公室来。爸爸要的东西跟我爸爸有关。说的，你说电脑不在你这儿，还说你不认识我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懂，我在开会，我旁边坐的都是我的领导，我的上司。哎，如果我仔细的跟你说电脑的事儿，他们会认为我在工作的时间干私活。可是我干了吗？我没干，我在帮你修电脑，我在无私的帮你。可他们不会这么认为啊，他们会认此事炒我的鱿鱼。所以我只能随便那么一说。电脑，检查一下，我没动过啊，你看见是不是？是吗？就是。OK。哎，你干嘛？去找工具，再给我找个地方。不，你听我说，没时间了，一会儿丁军就回来，你不是要这个吗？拿着它走，真的，有任何事我都担着。你不明白吗？丁俊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要拿走这个硬盘，就是要让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些秘密都拿走。他既然不想激怒我们，我们也不要惊动他。明白。弟弟，工具、硬盘，没有时间了。我不管你怎么说，那电脑我不弄了。你把电脑还给我，我拿着电脑马上就走。跟你说了吗？我在开会，可你这么一闹，我急着见你。电脑赖我座位上了。你说我现在回去拿电脑，领导会说你拎个电脑进进出出的不正经开会，你想干嘛呀？我怎么解释？所以呢，等我开完会，踏踏实实的把电脑给你拿下来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呢。我为什么要骗你啊？行，我信你最后一次。这些是什么？工具。你让我用剪刀、用清除钉拆电脑吗？你只告诉我工具。你并没告诉我是什么工具，乔天宇，你好歹给我一把螺丝刀吧。有啊，哪儿呢？这么明显，你看不见吗？那是螺丝刀。头在哪儿？当然有所准备了。在干嘛？要头啊，不是？
你在这干嘛？硬盘呢？什么？硬盘呢？这也真没有。这个公司是你的，你居然找不到一个硬盘？哎，我的公司啊，不是电脑公司，是游戏公司。OK，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我负责拆电脑，你负责找硬盘，我们俩是拍档，明白？真是你霸道起来真是没带了。谢谢。硬盘呢？是硬盘，不是电脑。硬盘就在这个里面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你让我再拆一台电脑吗？要不要？不要没了。出去把门。不是需要站在门口吗？是的。OK。拆这台电脑的时候，我求求你，一定一定不要破坏其他的部分，好不好？我一定会小心。真的很重要。弱不禁风，就不会在湖州待这么久了。拿什么宝贝啊？哪有什么宝贝啊？丁总监走得这么急，难道去抢宝贝吗？我是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了。
干嘛过去？谁呀？嘘，小声点，我看，小声点。你是不是有多动症啊？你不帮我看着点。是，我小时候就。OK， 你这个拆下来以后，然后再换个新的，对吧？然后啊，明白了，狸猫换太子了，不怕被人发现吗？嗯，应该不会。嗯，这个电脑里面的东西很重要，必须换下来。是吗？好，你快点换，别被人发现。你帮我看着吧。没有问题，我累了，稍微躺一下。我运动量太大了。啊？你可别问我，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怎么不问你这里边什么东西呢？我觉得没有什么问的必要了吧。首先你不可能告诉我，对吧？问了也白问。其次，我爸也没告诉我。你不说这事跟我爸有关吗？那我爸都不告诉我的话，我问他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你想告诉我吗？嗯？我也不知道。嗯，猜吧。什么？你忙忙叨叨的，你在找什么呢？你刚才我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找，我在帮你看着外面。你帮我看？我在帮你看着外面。我是帮你看，没有啊？你哎，没有啊？我觉得怎么这么奇怪呀、啊？平时你不是很看不惯我的处心积虑的替你爸做事吗？可今天你。这主动帮我呢，啊！首先，你干了一件大事儿，这事儿是个秘密，又跟我爸有关，我爸没告诉我，说明这是一个，你懂吧？很重要的事情。那我为我爸也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这不挺好吗？我也出了做我的力量，对不对？哎，那看来我要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哎，这件事情，一定要替我保密。I'm sorry, Steven.娘，打印吗？复印。啊，把这个资料列两份。好，来，一个一份吧。啊，行。哎，老板，来，这一份啊，你能不能帮我修改几处？行。哎，你扔那个干嘛？那个没问题。那你看怎么修改？十页。请问一下，刚才那人复印的东西是什么内容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啊，那人啊，他是我老板。嗯，我是怕他到您这来复印东西，把钱给算错了。我来跟您核实一下，如果是算错了的话，哎，我
给你补上。啊啊，真的？他刚才还欠我三十。啊，这样，行，我给您五十，您就不用找我了。但是您能不能把他刚才复印那份资料啊，再给我复印一遍？这个，我这老板啊，他粗心大意，我是怕他回去把那份资料给弄丢了，我这不是多一份保一份吗？您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谢谢啊。这账有点皱了，我能再给你复印一份吗？不用了。小伙子，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是在侮辱人？我一个堂堂技术部总监，我会拆你零件换你零件吗？我说过我是在帮你解电脑的密码，我在无私的帮你，可你这种行为是在干嘛呢？你我也知道，您一个堂堂鸿州集团技术总监，怎么也不可能对我这个二手电脑感兴趣。我对你二手电脑感兴趣啊？你要气死我！好，就当什么也没发生。你赶紧拿着你的电脑走人。不是，丁总监，您听我说，这是个误会。电话里我跟您说了，那位先生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这电脑啊，他不卖了，要高价回收嘛。所以我才跟您说这电脑密码不需要破解了。这实在抱歉给您添麻烦了。好了，不用说了，请吧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二你们，哎，您忙。向丹秘书，这些档案都是保密的，一般不借用的。知道知道，我不会向你我之外的第三个人说的。乔丽莎为什么隔三差五的就调阅中层管理人员的档案看呢？这你还不知道吗？周董事长痴呆了不少日子了吧？我想十有八九乔丽莎就会登上宝座。这些中层干部的底细当然要调查清楚喽。哦，向大秘书，平时请多在乔丽莎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呀。放心吧，和我见外了吧？改天一起喝茶。好，好，您先忙，我走了。这次是我大意了，我们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。我很好奇，这个硬盘里到底有什么能让鸿州集团技术部的总监亲自出马？会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小东，你还联系得到卖你这台电脑的人吗？他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个电话，我试试。
不管这个硬盘里面有什么，我们必须要妥善保管，相信将来会派上大用场。哎，小乔，你好，忙吗最近？啊，不忙了。哎，谁放在这里一个电脑啊？这是公司给客服部副总监配的新电脑。Steven 的？对，是 Steven 副总监的。啊，Steven 的。不用太感谢，拜拜。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我爸非要丁俊弄到手？这东西和小方家有什么关系？我和沈安被监视和电脑里的东西有没有关系呢？我会不会又干了件傻事儿呢？狐狸精，我下次再看到他，非扒了他的皮不可！让你在这里，珊姐，你可是名媛，要时刻注意提升自己的气质，名媛的气质。你说你这破坏公物不说，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不合适吗？还有呢？还有就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要在语言上改变。比如你喝醉了，你不能那种，应该要说是微醺。再比如，你遇到一件特别特别开心的事儿，你不能直接就哈哈哈。一定要说是，有趣儿。对呀，比如说你在商场上看见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衣服，你不能直接去，哎呦，买买买。那不是名人，一定要说，考虑入手。怎么样？有点想法。哎呦，孺子可教也。可是小夫啊，你说我提升了我的气质，天宇哥哥就一定会回来了吗？我有新的计划。我能让小芳既不用退赛，你又能十拿九稳的夺冠。不可能。哎呦，怎么就不可能呢？山姐，小东啊，别烤得太老啊。太烤的话，阿姨。哎，哟，天宇来了，赶紧坐，赶紧坐，我去给你沏茶。不用客气，阿姨，我就随便坐一会儿。我马上就来，天宇赶紧坐。行，小东，你去忙，我跟小东说会儿话。哎，啊，好嘞。来。玉哥，这个
电脑的事儿，这次谢谢你。哎，应该的，举手之劳。你的电脑？啊，我的电脑。这里边有什么东西？那么急？其实宇哥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，是安姐说的，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，说必须得拿回来。这电脑是你买的吗？还是？我买的。那天有个客人喝多了，然后说电脑不要了，我呢就花2000块钱给买了。那是谁啊？哎，宇哥，这话说来就长了，我慢慢跟您说啊。小姐，这是您的果汁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先生，这是您的咖啡。谢谢。谢谢。伊萨，这个乔天宇啊，挺逗的。怎么了？今天他拆了我的电脑。真的？他拆你电脑做什么？今天我去找电脑的时候啊，发现我的电脑被拆得七零八落的。真的呀？哎呀，你知道当时他怎么跟我解释吗？嗨 ，Steven， 哎，高副主，高总监，来坐。啊，谢谢。客气。是这样，我叫你来，有一点事儿想跟你说，是因为我很欣赏你。你别误会啊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欣赏完全是工作上欣赏。企划部嘛，我是企划部的主管，所以我们需要想象，我们要有想象空间，我们要创意。所以你们部门刚好就是配合我们部门，就把我们想象的东西给再现出来，对吗？所以我们是有互相理解，互相不是配合。你到底要说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你跟我姐姐关系特别好，我跟我姐姐关系特别好，我们两个人小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打闹，我还为她打过架。我们俩无话不谈。我知道，对，不说了，你跟我姐姐，我是这样，我呀，我今天叫你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，惊喜，惊喜。对，惊喜要有思想准备。哎呀，你确定这就是你要给我的惊喜 ？Surprise！Big surprise, you know. Oh, yeah, I'm sorry, just sit, 坐，坐，我慢慢解释一下，行吗？哇，是这样的，从头讲吧。这个东东，这个电脑，跟我发生了一些关系。我们在过程当中呢，其实现在这个样子并不是我最终想象的那个样子，但是在发生关系的过程当中，也有别人插了一个样子。其实有好几个人跟他发生了关系，但是最终这个责任我承担了。我这么说你能懂吗？对，所以没关系，我陪你。不用，我陪你，不用，陪你一个最好的关系的人，你就把公司配给我的还给我就可以了。可是，公司配给你的现在就已经这样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把它修好，只要它零件齐全。哎，好像不太全。Sorry.
现我的电脑硬盘不见了，但乔天宇坚持说他没有看到硬盘，所以最后我就不得不接受他重新配置给我的电脑。他一定是替什么人顶罪呢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会做那么出格的事儿的。哎呀，这个乔天宇啊，挺可爱的，尤其是在他撒谎的时候。他明明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，但是却在那里努力的撒谎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拆穿他了。你是在夸他呀，还是夸你自己呢？都夸。这一般的硬盘，只要没有受损的话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读出里面的内容。在这儿，就这个。赶紧打开看看。那联系上那个人了吗？没有，给他打电话了，一直提示我不在服务区，发短信了，告诉他看到短信之后马上跟我联系，但是也没有消息。好，你有办法解决吗？这个有点困难，这个密码的设置方式是现在最复杂的，一旦解锁好的话，整个硬盘里的内容就会自动销毁的。那难道就没有人能解开吗？肯定是有，只是得是解密码方面的高手，而且还得冒一定的风险才行。这还是算了，再等等吧。要不我再催催他，给你换两台短信。行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再想其他方法。丁俊说是你爸让他去找这台电脑。对。电脑是韩晓东从一个陌生人手里买的。那这个陌生人是谁？他们正在查这个电脑的硬盘里面一定有一些秘密。我也觉得特别奇怪，说我爸能有什么秘密让丁俊去找呢？这件事情关键在于现在沈安一介入就变得复杂了。为什么？是我爸跟你说什么了？你知道吗？你爸手里现在有一些关于沈安他们的秘密材料。又来，又秘密。其实你爸不让我告诉你，沈安可能真的是为了调查二叔、调查洪州才给你接近的。你吓唬我，你肯定吓唬我。我懂，我知道，我爸不想让我跟他走得太近。我明白。你放心，我不是小孩，我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好，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，好吧？就这样，不谈了。不用老担心我啊，编这种小儿科的谎言。哦，对，差点忘了，我买了一台最新款的 A05R N17 笔记本电脑，16核，32G，地址写在你们家，那是我姐夫的。天宇。公司的事儿，还有苏三天天给我添乱，解决一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呗。不是叫那个沈安的姑娘跟他有竞争吗？你消息好灵通啊！我是谁呀？我是你爸。儿子，你说说，那姑娘怎么样啊？沈安。挺好的呀。有照片没有啊？照片？您不是偷拍过吗？没看见？讨厌，偷拍的不清楚。行啊，那
不清楚的话，我改天把他给领家里来，让您好好见一见，行不行？哎，那边啊，你们俩这事儿我还没有最终确定呢，怎么随随便把人领回来？他对你好不好？好，他很有性格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点小争执，但是我喜欢。年轻人谈恋爱很正常，脾气啊性格啊需要一个磨合的阶段嘛。啊，您是同意我跟他交往了是吗？爸是觉得呀，你们需要一个了解的过程啊，多了解没什么坏处。另外你记住啊，苏婶那边也别得罪人家，多比较比较啊。我们永远不分开。